我安迪鲁西呢最喜欢的大英雄，我最喜爱的大英雄，很容易的，你们想一想，他呢就长得很帅很帅的，非常的帅，身材很健硕 so sexy， 你们不觉得吗？常常都会英雄救美啊，都在很危机的时候他会出现的。但是最近的最新的电影呢，因为人的关系哈，他已经没有把底裤穿在外面，穿在里面没有什么特色了。暗示很明显的，他喜欢把底裤穿在外面，你猜猜他是谁？你们看到吗？所以不难猜吧？你们猜到了吗 ？Superman， Superman 是我安迪鲁西的大英雄。我最喜爱的大英雄是一个有超能力的一个人。我的年代